慈济麻坡知会岁末祝福，上千位民众齐聚，一同走入药师经典。职工以金藏演绎传递今世灾难要有警示觉悟，让与会者能更珍惜眼前幸福。大家活得太好，太舒服了，太舒适了，所以会遗忘一些要珍惜的东西，所以这些节目都真的做得很好，大家会更珍惜咯。演艺志工走入金藏，对人生也有更深的体悟。感受到说，我们的人生其实充满了无奈啦，就是我们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哦，所以很提醒我说，要对身边的亲友或者是朋友，要及时的付出那种关心哦。每个福慰红包都是正言上人及全球慈济人的祝福，大家在收下的同时，也祈愿众生远离苦难。除了岁末祝福外，志工也布置了人文展区，这一个个的小折扇是回收的红包袋做成的，取善与善的同音，让民众在挂起折扇时也启发心中善念。我也是一个病人啊，我也是希望人家祝福我，所以我先祝福人家，人家快乐等于我们的快乐。滚动的钱币是攒了一年的约定，民众带着竹筒回娘家，希望小钱也能行大善。干嘛？给这些需要的人，我能够做到几，存多少我就拿多少来。因为我是在慈济，也是在环保站，也是做义工的，所以看到哦，很多需要的人，我们是小小的爱能够变成大爱，所以越做越欢喜。以人为本，以善为志，人人心存好意，想和社会就在眼前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